来，不错啊。来看叔叔。甜甜。认不认识叔叔？不认识。第一次见面啊。甜甜。友好的打个招呼，来。甜甜。甜甜。甜甜。他叫什么？甜甜。甜甜小蜜。甜甜。他的小名。甜甜。嗯。感冒好了哈，奶奶你提。嗯，来再本期。这一位是月月的小姨，月月妈妈的双胞胎姐姐。没错，没错。小姨，对着镜头，我看一下像不像？小甜甜，月月妈妈的双胞胎姐姐。甜甜现在是几个月了，小姨？6个月20天。六个月二十天。大概70天，要这个要7个月的，快7个月了。20天。嗯，对了。身上好香，哎你改个门板，好规矩捏的嘞，好热呀，你给它脱掉一下，脱掉吧，干嘛就脱掉。上次我们还做妹妹都不是要回来的嘞。这两天温度高，将近30来度嘞。好，那就是，等等，就敞开了，敞开嘞。戴衣裳还盖，这30度嘞，给它穿这么多，真的好。你现在温的？啊，就这样吧。没30度也要28度，好，哎呦，安全带没绑啊。哎，他这里上面是这里小旋啊，还是头发没完全长出来啊？本来就是这样子。就这样。我长得长再长，长得慢。什么时候可以叫叔叔啊？等他开口说话嘛。要1岁以后了。啊？具体我也不知道。先说的啊，我们再过好多次面了啊。哎，哎，卡，你说卡，卡哦，真的卡到了，干你的手，真的卡到了呀，这倒是给你，干你的小手手，再打我家。再等我家，再等一起，再等我一下。嗯嗯。那我够了。月月，这辆婴儿车多少钱啊？这辆婴儿车，网上买的。小姨，小姨。哎，出资300块钱呀。网上买的吗？哎。300块是便宜啊，月月。干嘛？你准备提前买起来了吗？我不准备买啊。话说的，你不买，那你问啥？小姨，小姨，嗯，以后你们这辆婴儿车用好了就给我们用，好不好？那肯定了，可以啊，用不着了，我肯定给你们了。他还要睡嘞，他要睡到啥时候啊？大概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嗯，睡到个1岁半差不多了。反正到时候他好住嘛，反正一直住，不好住了嘛，不要了。不要了就给我们吧，不能买新的。这个婴儿车你看，用了不用了，堆着也是要利用起来呀。这个东西一次性的，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坏掉的。这个婴儿车一次性的？当然了，你真的是一孕傻30年了，一次性的。30年喽，好用就用，不好用就买新的。嗯，反正不会。反正肯定好用的。是的，不会，用不坏的。用不坏。这小孩他现在质量都可以的，一般住不会。嗯，这个大概是送到以后都是自己螺丝拧上去的，大概。当然了，自己组装的嘛。这里可以抽的嘛，嗯，长短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嗯，装好的。天天啊，爸爸天天拍视频在。好好睡啊，好好坐，嗯，好的，不要一直在上面震啊震啊，把婴儿车给震坏了。谢谢你给我省一笔钱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两个小眼睛像两个小汤圆一样。黑芝麻小汤圆，黑芝麻小汤圆，小汤圆。嗯，来握握手，握握手。嗯，你好，以后去你家里看看你啊。好的，也是欢迎。他现在吃奶粉了吗，小姨？奶粉米粉，你要马上7个月子呀，嗯，要吃辅食了呀。我没给他吃其他的荤菜。啊，可以开始吃辅食了。嗯。啊，前面你说是奶粉，还有什么？米粉。米粉。哎。米粉。
婴儿米饭。啊。肉啊之类，虾啊之类，都可以吃的，我没给他吃。打好喷嚏就笑啊。嗯。咦，干嘛？开心吗？嗯，还瞪眼嘞，蛮可爱的。小孩子都可爱。都可爱。当然了，小孩子每个都一样。你可不可爱呀？你可爱吗？我小可爱。小可爱吗？要睡觉了，他要午睡了。下午回去午睡啊？嗯。睡几个小时啊？上午睡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。啊。下午再睡两个小时，下午再睡个两个小时，说不定的。他有时候睡睡醒醒，睡睡醒醒。这两天还好，这两天睡得蛮长的。晚上几点睡啊？整个八点。八点就睡了。嗯，晚上睡得早个他。那他半夜闹不闹？半夜嘛，嗯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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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接。是跟谁睡啊？妈妈睡。妈妈睡啊。他半夜还会肚子饿嘞。半夜喝奶吗？半夜喝奶水的。喝奶水啊，就半夜总归要喝奶的。嗯，不能冒出去。对，天天打喷嚏的，是不是个鼻子不通啊？他现在感冒完全好了没有？没有，还没好。嗯，刚刚四天。嗯，给他晒晒太阳，稍微晒一会儿太阳啊，晒晒太阳。嗯，我们出来的时候有太阳晒。嗯，增加抵抗能力啊。好的。小时候就要胖。嗯，现在多少斤啊，小姨她？18斤。十八斤啊？嗯，和我们家科比一样重吗？十八斤哎，嗯，马上就20斤了。嗯，干嘛瞪我干嘛？我又没欺负你。开心呀，啊，看见，嗯，看见你这手机，想拿我手机啦，他还想玩手机。啊，嗯，明年教你拍视频啊。什么话呀，啊，嗯，他想走了大概。嗯，想走了，没劲了。嗯，回去睡觉晒晒太阳啊。嗯，我们回去了。回去了小姨。嗯，拜拜拜拜，恭送我的小公主。好的，拜拜拜拜，小姨啊，慢点。好的，拜拜，天天，过两天来看你啊。好。我叫哪里了？吼什么吼？吼你怎么了？你吼我干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吼我？谁是老大？谁是老大？你分不清吗？你怀孕了，你就是老大。我怀不怀孕，我都是这个家里的老大。我马上要喧宾夺主了，我跟你说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是这个家的真正主人了。你夺得了吗？前面小姨在，我就不能去干活，一干活的话，万一被小姨看不起。小姨只会夸你能干，她怎么会看不起你呢？昨天大姨来，我也没干活，小姨来，我也不干活，就等小姨和宝宝回去以后，这个时候啊。我就可以在家里面干起活来了。看看月月啊，吃好中饭了，躺在这个一楼的沙发上面，看这个手机，晒这个太阳。我准备到楼上听音乐去了。听胎教音乐了？你把我电脑拿下来也行，我在楼下听。那你上去吧，上去吧，我在下面要干活了。我一个人干活的样子，不希望被别人看到。我要给你拍下来。拍我干嘛？拍你干活的样子。我要去上楼听音乐喽，我要跟我宝宝去睡午觉喽。看这个人哦，怎么还穿条棉毛裤哦？哎，你是没有睡衣睡裤吗？这一个40岁的大老爷们了，邋里邋遢的了。月月啊，你过来拍一下我洗碗就可以了，还提一下我这个棉毛裤干嘛了？在家里面嘛，随意点，随便一点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真的是，穿睡衣不是更随意吗？为什么要穿棉毛裤呢？棉毛裤舒服，软，可以吧？真的是受不了你哦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你上去听音乐睡觉去，你看看，那么多碗，看看，这里，那，还有个大铁锅，两个人，
多碗？两个人吗？三个人吃饭呀，当然要多一点喽。好了，那我上楼去了。带杯热水，带杯牛奶上去。啊、嗯。睡一会儿，反正一下午我都在下面，我也不会上来打扰你的。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安心睡吧啊。你慢慢干活。嗯。干干净一点啊。好，我走了啊。拜拜。